三经六十三，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四。尔时善财童子一心正念法光明法门，身心躯肉专念与佛不断三宝，探理欲性，念善知识，普照三世，一住大愿，普救众生，不作有为，究竟思维，诸法之性，悉能严净一切世界，与一切佛众会道场，心无所着。现在善财童子啊，第四禅，第四禅呢，禅密切长者，在法上十住当中的第四住，第四住身贵，第四就叫身贵住。由于以前的妙行，妙微妙的行所修行，那默默的契合于真理，以妙行契合于妙理，将生佛家，成为佛的真正的法王子。所以这一柱叫生贵柱。其实他的所修行的行为啊，跟佛相同了，得到佛的气氛了。你发现我们现在的生身是父母所生的，这个幼体，但是现在善财童子他进入法体，正了法理，发菩提心呢，就开始进入法理，说他那个信，因难的信还不是通的啊，这入佛的神之智慧，神妙的智慧，到第四柱才叫神贵柱，神贵柱。要讲这一柱的因缘啊，叫第四禅。三宗，咱们尽管出家好多年了，也在修行，无所得，不能说完全没得，没有像善财童子这样得。他参一位善知识，他是正得的，不是听听就算了。参那前三位的比较，德云、海云、善住，那三位比丘所有正德的，善财童子一参，参拜他，善知识给他一说，他不但生信而能行，不但行而能得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参一参正得一位，参一参正得一位。因此呢，所以现在童子已入佛的种性，佛的人，尔时善财童子一心正念法的光明法门，身心躯肉
专念于佛的不断三宝啊，啊，赞叹礼遇，礼遇，那不是发了菩提心，顿断五欲吗？咱们是从信呐、啊，信三宝而出家，但是念念不忘三宝，专念不忘三宝，这个咱们能做得到，咱们也是这样做，但是离欲做不到，任何贪念没有了。欲是指欲望啊，欲望得先达到无我，不但在人的见上无我，在法执上也无我，也没有法执，所以善财童子现在正得入世的地位，叹就是赞叹的意思，离欲性，就是这思念呢，常时思念善知识，因为他现在禅善知识啊，念念不忘善知识，禅了德云比丘，从德云比丘到海云比丘，他在这个路上当中就把德云比丘所有教导法他就证得了，他听着海云比丘给他说法，他也就边参知识边学，所以他常识啊念善知识的功德，普照三字是指他智慧说的，他现在得到的智慧能够照料过去未来现在，一住大愿呢、说明他过去就发过愿，发的不止今世才发愿，普救众生，大愿是度利益众生，发大愿是利益众生，求善知识闻法也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但是没有执着，不作有为，因为法体自性当中没有有为，所以没有这个执着，专门观法性离体，严净一切世界，一切佛的众会道上心无所着，这参善知识所证得的功德，因此呢见次难行，在这个时间的善财童子说无实为的法，是实为的善住比丘教他，教他的法，而善住比丘是住在空中，住在虚空，善住比丘一切无所着，他所教授的善财童子就叫善财童子，一切无所着，他所教授的法，善财童子已经证得了，心无所着，这是对第一、第三个善知识，善住的比丘，说教授的法，他已经得到了，他向下求第四个善知识，见次难行。自自在城求觅弥伽，弥伽是善住比丘给他介绍的，说你到请下一个知识叫弥伽，这个长者弥伽不是比丘了，
前三位都是比丘，德云、海云、三咒。因为这个出家的比丘跟在家居士有所不同，不同的什么呢？咱们看经文啊，乃见其人以四四种。在家人嘛，在一个寺场里头，在一个都会啊寺场里头，在这四寺当中啊，坐于说法狮子之座，坐在法座上给这些个众人说法。十千人众所共为要，弥切长者他给众生说法的时候，在这个都寺当中大概有一万人前后围养他。说什么呢？说轮子庄严法门，这轮子庄严法门呢，就是咱们讲那个大乘大济十轮那个轮一样的，但是他所说的这个轮的法门跟那个不同，法不同。是善财童子顶礼其桌，要无量丈，这是求善财这个意思啊，每个都说是了。在弥切长者的前头合起掌来请问，而作誓言，称善知识为圣者。圣者呀，我先发耳朵罗三摩三摩提心，我已经发了耳朵罗三摩三摩提心，我才来向你请法的。而我为之菩萨云何学菩萨行？我虽然发了心了，我还没有学。云何修菩萨道？我只是发心而已，我要学学怎么做菩萨。学了之后呢，我就去行去了。这两句话，善财童子我说三禅都入世啊，他哪个善知识都入世。我已经先发菩提心了，怎么样学菩萨行，怎么样行菩萨道。以下就问的这些问题，这两个是总的请问啊。云何流转于住取，常不忘失菩提之心？我虽然发心了，还容易退呀。怎么达到菩提心不退？不退就是不忘失。从发起不行啊，发起还得坚固啊，坚定啊，住在菩提心上啊。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啊？发了菩提心就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在一切众生取中，那六道轮回都要去随众生去流转。但是在随众生流转的时候，菩提心不实，那度众生要随着众生，在这一切六道轮转的时候，住取啊，就是这个咱们平常讲的六道轮回。我要到六道去度众生，但是我菩提死掉了，那就堕落了，那度众生嘛。但是在众生当中，我不死掉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是菩提心，永远不退。
你这个含义。同时云和的平等义坚固不动，虽然在六道随着众生一样流短，但是众生犯的错误犯的罪我绝对不犯。为啥呢？我是度众生的，不会随着众生堕落，那必须把众生看成了无二，无二是平等的意思。菩萨发了菩提心，菩提心是平等的，一切众生都具足的，必须观察一下众生，跟我自己以一切诸佛无二无别，这叫平等义。不但今生无量生，观察众生无二，要达到平等啊，必须得登了地呀，登了欢喜地才能达到。现在童子菩萨是在三贤位，参的都是三贤菩萨，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，但是意识上行为上，那菩萨要度众生，见于众生，众生是照哪的呀？六道轮回众生都有哪呀？说我发了菩提心，能使这个心安住于大慈大悲，永不退堕，理上是平等，在理上发菩提心了，菩提心跟一众生本具的法性平等平等，乃至跟一诸佛平等平等，跟那一切登地的菩萨平等平等。那菩萨看着众生照的哪业，众生的心是邪知邪见邪念，那菩萨想发心把他救度，在平等上的差别，在这个时间云何怀清净心，那时候这些众生是眼无心，那你行菩萨道云何使自己的心清净，不被所眼无所眼无无能主坏，云何生大悲力？菩提心具足大悲心，但是没有力量，刚发，那他请善知识开示他，使这个大悲心产生力度，那不疲劳，不疲倦，不疲倦，说第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是具足平等，第二个得到清净心，不被众生六道所主坏，必须得有定力，那得有禅定功夫。第三个清净心，什么才清净心呢？不随六道轮回所有的相转，度众生不见众生相，心无所着，不执着，没有烦恼的杂眼，没有的垢眼，对佛的教授专信，没有疑惑，
那要叫你怎么办呢？要不住警戒下，不住三生香为厨房，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金刚乘教导我们啊，所以才能达到清净心。但是要利众生，大悲得有力量。云何生大悲力？恒不疲劳，恒不疲倦，这是精进心。善财童子问的，有实心呢？有实心，云何生起大悲心？云何入陀罗尼？闻一切法，持一切法的利益，叫陀罗尼，普得清净，佛经。从信即入，要种出一些法，种出一些法，一些法里就含着无量意。云何发生智慧，广大光明，一切法离诸障碍，那得有智慧。这是六度的般若度，般若度产生智慧。云何具无碍的辩才力量？无奈就是解脱了，无奈的解脱，对众生说法没有障碍，就是辩才之力。这就是华经叫十度十度，慧解，慧的绝了一些深深的法义不论全，那就善巧方便，实在的智慧，这叫甚深，居住辩才，就辩才无奈。云何得正念力，意思一切差别法轮，这必须度一些众生时候，正念永远不失掉。什么才是正念呢？无功用道。善财童子所问的呀，全是实地法门，从初地问到实地，这是第八的，是无功用道的，是不动地了。这才叫正念现前。永远现前八地菩萨，为什么呢？证得无生法印。云何得净取力？一切取普严众法，把六道轮回都清净了，得有这个力量清净六趣。这时候演说一些法，智慧增上，禅定增上，一切力增上，产生力度，有力波罗蜜，十波罗蜜，力波罗蜜。云何得智慧力量？一切法悉能决定分别其意，智增上。法云地菩萨，虽然在三贤位，这在十住嘛，但是善财童子所问的，像善财所问的，是十地菩萨的事儿，这超三贤，正十地。这时候善知识弥切弥切告善财言，尔时弥切告善财言，善知识听到善财向他问了这么多问题，那他就问他了，善男子说，如以方二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，
说你已经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三才眼未，未就是答应，不错，我已经先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。啊，我说得了三不三不的心。一位密切长者趋吉下坐，很快的从自己狮子座上下来，与善财所在善财的面前啊，五体投地，善金人华无价宝珠即上庙的岁末旃檀无量宗衣以服其上，供养善财的啊，福善无量种种香火种种供具以为供养。善财童子到弥切长者这儿，他是请法的。弥切尊者在礼善财，什么意思？弥切尊者把善财看成是佛，发了菩提心，因佛发了心了，就是佛发了这个菩提心，有此心能生无量的功德，这法界无差别论当中说的，凡是礼敬菩提心者，不论谁发了菩提心都应礼啊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初发心事成正觉，入世二心初心难。嗯，就是表法的，表法的啊。发了菩提心就成佛的主因，有这个主因，一定能达到果，因必具果，一定能成佛。发了成佛的心一定成佛。同时呢，在华经讲啊，因盖国海，当一发心的时候就把佛的功德呀都概括了，该摄到了。嗯，因此呢，弥切善知识顶礼善财珠，不但顶礼，而且供养，还要赞他。这《华严经》普贤横品的三大愿，礼敬、赞叹、供养。弥切赞叹是赞叹的善财童子那个发的那个心，然后起立。对他说：“善哉善哉，说你很了不得。嗯，善贪子乃能发耳朵的三摩三摩提心呢、啊？说你能发起来无上正等正觉的成佛的心，为什么我理你？因为你发了耳朵的三摩。”善男子要有能发耳朵罗三藐三菩提的心，在外不断的佛种，佛种相续，在外严净些佛刹、啊、发了心呢就严净佛果度啊，度化众生啊，在外成熟些众生，再为了达一些法性，再为误解一些业种，再为圆满一些诸行，再为不断一些大愿，再为入实的解解脱离贪种性，
才能明鉴三四差别。再令信解容远兼顾，这十种十句赞叹发心的功德。发了二不提是发了二度了三不三不提心，这个德呀极深且广，乃至到成佛，成佛成就此心。发了心呢，一定有结果，一定能成佛。对，初发心时成正觉，入世二心初心难，把你成佛的功德都归给你最初发心。当我们诸位道友成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知道你自己最初因缘剃发染衣出家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发菩提第一个行藏，其理是说，其理贪耐，这个讲过多次了啊。发了菩提心能顿断五欲，真正发了菩提心的人，他能把财色名食睡啊顿断，一发心时候就断了，断成了。所以弥切长者就赞叹了，赞叹发了菩提心，因此说发了菩提心佛种就不断了，佛种相续，发了菩提心了就建立佛果道，庄严佛果道，发了心成佛，成佛也得有佛刹，你发了菩提心了就度众生。刚才善财童子问平等，发了菩提心呢，把众生都具足佛性，跟佛看成平等，那就误解些业种，业种啊，误解了菩提心的是佛的种子，所住的业呢是众生的事业，度些众生啊，圆满些诸行。所以以后行菩萨道的都是圆满成就佛果的，大愿不断，永远相续法，成了佛了之后发大愿不？成了佛了还要发呀，众生度尽呢，要把众生度尽还是发大愿呢。入实理解了什么呢？没有贪种性，那就熔断了，才能明见三世差别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信解的力量永远得到坚固了。这就是弥切尊者所跟善财童子说的，还赞叹这发菩提心。再为一切诸佛所持，再为就诸佛慧念，再为菩萨一切菩萨平等，再为些贤圣占心，再为些梵王礼敬，再为天主供养，再为些夜叉守护，再为一切罗刹侍卫，再为些龙王迎接，再为紧多罗王各种赞叹，再为些诸世间主承扬庆乐。这十句是十王敬护，十王都在护持发菩提心的人。在令众生悉得难闻，所谓令舍讷取供，发了菩提心讷取就舍掉了，令除难除供，断些贫穷根本，
生下天人快乐。预算之事亲近供，闻广大法受持供，生菩提心供，发了菩提心，菩提心就增长，净菩提心供。是菩提心是清净的，永远清的，照菩萨道供。发了菩提心，就有了智慧，就能照你所行菩萨道，入菩萨的智慧，住菩萨定。善男子，这是弥切成善财童子说，应知菩萨所作甚难呐！你发了菩提心了，想要成菩萨道甚难。难处难知，要想见菩萨者，倍更难有。站在行菩萨道的啊，你发了菩提心了，就得行菩萨道。那菩萨都做些什么事呢？菩萨为接众生的侍候，众生无私无护，要给众生做父母。众生就依靠你了，生长成就。那小孩子没有父母护持他，他怎么能长啊？菩萨对一些众生要耐护，一些众生度一些众生，让众生苦难。菩萨为一些众生成绩，就把众生的苦难，菩萨为一些众生的益处，众生无依，依着菩萨。菩萨是守护世间的，为一些众生的救护主，令众生啊免去不畏。这赞叹菩萨行啊，现在是赞叹菩提心，现在是赞叹菩萨行为。菩萨入风轮，持住世间，不落堕落诸恶趣。菩萨让一切众生别再堕落到轮回。菩萨入大地，增长一些众生的善根。菩萨入大海，福德充满无尽。菩萨入净日，智慧光明普照。菩萨入须弥，善根高崇。菩萨入明月，智光出现。菩萨入猛剑，摧伏魔君。菩萨入君主，佛法成中得自在故。菩萨入猛火，烧尽众生我耐心。菩萨入大云，降住无量妙法雨。菩萨入时雨，增长些善根芽。入船丝，四道法海的经济。入桥梁，令其得度生死海。桥梁的从此难到彼难，菩萨能够调化叫众生从生死海到不生不灭彼难。弥切这次来赞叹善财童子，赞叹的什么呢？发菩提心。如果谁发菩提心，谁得到弥切的赞叹，不止弥切赞叹，十方诸佛都在赞叹，令一切菩萨都生大欢喜。弥切在赞叹完了善财童子之后，从他的妙面门，从他脸上出种种光，面门放光，那光呢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
假使众生遇着弥切的光，面门放的光，那就得解脱了。众生遇着光，一切神龙龙神乃至梵天，这放光啊，等于招众的含义。佛一放光，就接回大众到佛前来闻法。弥切呢，放光也是方便，沾湿光者都到弥切大寺闻法。弥切大寺，他以方便开示演说，演说什么法呢？轮子品庄严法门，这个法门叫轮子品。也就是闻到这个法了，对无上正等正觉得不退转，就是不退转为众生，不退转一定能成佛的意思。轮子庄严法门，轮子的道理咱们讲了很多了，什么大记大智大乘大记十论经专讲轮，一切大事他这个法门就是叫什么呢？庄严。什么庄严呢？轮子品，轮子品呢，这个又叫妙音陀罗尼。那那这个法门的用，这个法门的用啊，叫妙音陀罗尼。什么作用呢？灭惑。以法的轮呢，免一些众生的迷惑。轮子是显法的意思。同时有一部经叫《毗罗哲那经》，现在在这部经里头有个轮子品，轮子品啊，就是四轮品，就是轮子品。轮是旋转不息的，它能遍满一些法门，对吗？是吧？要至此轮法品，就是这个法门轮啊，从出发菩提心，那菩提心前头要加个妙字，妙菩提心，乃至于成佛。菩提心像什么似的呢？就入这个妙音陀罗尼轮。大家看过孔角开屏吗？孔角开屏是个圆的，那孔角把它尾巴张开，圆的，它有花，那花纹上的反应，如果太阳一照啊，它也有光明的。形容着，这轮子法门，轮子法门在这个梵文里头啊，他说是住于佛的位，你看阿娑王，阿娑王三字咒啊，阿娑王总摄三部，总摄什么三部呢？阿字如来部，说字莲花部，瓦字呢金刚部。阿娑瓦就是如来部、莲花部、金刚部。大家不说密宗吗？是密宗的最究竟的三大部。
人说五字真言，就是五字真言，这叫自轮，自轮，轮转升起，轮转是升起的含义，轮转不断的升起，升起什么呢？阿菩提，阿菩提，阿字呢，就是修行的轮，每一个密咒的中间第一个字阿，修行什么呢？发心，你要想修行，必须下凡发心，发了心之后，一定得行，必须得修行，这才能够成就菩提轮，修行一路证菩提。阿难阿阿，叫阿难阿阿，这四个字，所以阿字呢是表修行的，修行的，所以念佛也好，持咒也好，诵经也好，礼拜也好，随便什么修行。但是你根本得发心，一直发的菩提心而行得起的就横，发了菩提心了，修行不横了，一定成就菩提轮，就是现在这个轮啊，菩提轮，以菩提轮行正得菩提。第一个阿字是大寂灭涅槃轮，正的大寂灭槃轮的这个体，体要发遍三小智慧，这四个字，第四个呢字呢要方便三小，第三个呢字呢要大寂大智慧灭尽寂灭。含义就是这个含义，弥切于是还生本座，弥切理完了，我说菩萨理完了，善财童子给他说说这个，说这个法，说完了生到本座，说善男子，跟着善财说，善男子，我已经怀得一个法门，叫什么？妙音陀轮。妙音陀轮，你这个法门产生什么力度，要产生什么用，得了这个法门，总持的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在这三千大千世界之内，所有天的人的语言，龙王的语言，祖龙的语言，说夜叉的语言，钱大婆的语言，阿修罗的语言，迦罗罗的语言，音声，言音呢、言就是有音声啊，紧诺罗，摩吼罗伽，人与非人，即入梵天，所有语言，这所有天上的一切语言，八部鬼神的语言，像这里三千大千世界，十方无穷无尽的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所有的语言我都能知道，叫妙音陀罗尼。但是这个仅仅是第四柱，第四柱弥陀是记在第四柱这叫语言三昧，语言三昧善男子，我为此为之持菩萨妙音陀罗尼光明法，
说完了，弥勒大师跟色财童子说：“你请问云何行菩萨行？”发了菩提心了，就去做呀，怎么去做呢？那我只得到一个妙音陀罗尼的光明法门，其他的入住菩萨摩诃萨，普入一切众生，种种想，想就是思维啊，思就是思维修，不能想，种种修行的，种种修行的方法，种种设思海，那度化一切众生，设思的就太多了，种种名号海，种种语言海，能普入说一切深密的、甚深广大的、神秘的法句海，说一切究竟法句海，说一切所缘中有一切三世所缘法句海，说上法句海，说上上的法句海，说差别法句海，说一切差别法句海，能普入一切世间咒术海，一切世间的咒术海，咒术就是密啊，就是比身神密，这个世间咒术海不一定包括佛教的，外道也有咒术，也有咒术，鬼神都有咒术，有咒术，像海那么广，哪能广？啊，一切音声庄严轮，一切差别自轮际，如是功德，我今云何能知能说？弥勒大师跟色财童子说呀：“我呀，仅仅得到这么一个法门，妙音陀罗尼光明法。”像无边的菩萨行，我不能说，我没有证得，云何能知能说？这些个是向三才童子介绍，除此了光明法轮之外呀，妙音陀罗尼的光明的法之外呀，有很多的无量诸法。那就意思说你再去修别的善知识吧，我仅得到这么一个法门给他介绍了，那是第二个善知识。下一位善知识，善男子从此南行，名曰住林，那地方有个聚落啊，聚落就是城市了，人多的地方啊，这叫聚落，聚落的名字呢叫住林。别有长者，名为谢陀，叫谢陀长者。如意比问，你到那儿请示他，云何菩萨云何修菩萨行？菩萨云何成菩萨行？菩萨云何即菩萨行？菩萨云何思菩萨行，修成即思。四个，尔时善财童子以善知之故，一切自法深深尊重，深知敬信，深知真疑，你弥切着涕泗悲戚，要无量掌，恋慕瞻仰，辞退而行，啊，谢了，谢了法了，辞别了，离开弥勒大师，游去
请下一位三知识。这个这是咱们是根据这个青莲国寺的书抄解释的。方三长者李东轩他的合论解释的。大抵是同言语不同，法门呢大抵相同，表达的不一样，哎，大家参考啊，我们不再重复的讲了，可以看一看，能够有收益的。这三才童子就去参谢陀长者，谢陀长者在实录当中表现呢，方便具足，有方便具足住，是第五住，实住当中第五位。实住的菩萨所有的行为，他只是每一位菩萨只有一个单独的一法，不是无量融通的。你把十住都融合起来，融通了。这发了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发了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位位都与佛同，但是只是佛的一份儿。他行的跟佛相同，也是自利利他，利利他啊。各个不等，那这谢陀长者呢就是方便善巧。在你行菩萨道啊，必须得具足了方便善巧。那前头从德云比丘到海云比丘、善住比丘、密歇长者啊，那善财童子也参了四位善知识了。他说善财童子他极深成佛，他参一位正得一位，那他前头的四位善知识所有的功德，所有菩萨道的修行的方法，善财童子参完了就正得了，正得了啊，一位一位的参，一位一位的证。从咱们学习当中，学习当中，这学是学了，没有进入，更谈不上正德。咱们所闻到的法，每位道友都感觉自己的圣解力不强，闻到的法不多。要说行的话呢，你这一生你闻到的法，这一生你是做不了的呀。不是闻到的少，闻到很多了。缺乏什么呢？菩萨行不够。行就是修行不够，我这一法听听而已，听完了就放下了。放下，放下的意思呢就没去做，这样放下了。没有办法跟善财比，善财的智慧，过去的善根力，他闻着一法他就能证得。他闻一法就能证得一法。证得呢就说明他得到了。得到了。得到什么呢？解脱了。闻一法就解脱了。他从密切大事他都语言无障碍了。
在娑婆世界上他有妙音耳根，他能理解一众生的语言，能理解一些表众生的表达。参一位正得一位，就是他的入圣道的功夫啊，善财童子啊，参到第五个善知识，到他前头的四个善知识，所以道力他都具足了。那三字是介绍完了，我为此之此法门，我仅知道这一个法门，那菩萨的法门无量无边呢。尔时善财童子思维诸菩萨无奈谢陀罗尼光明庄严文庄严门，弥切大士给他说的无奈谢多陀罗尼光明庄严门，他的这个法门深入菩萨语言海门，深入了就他都证入了，一切语言无奈一念住菩萨职业众生维系法门，观察住菩萨清净心门，成就住菩萨善根光明门，净自住菩萨教化众生门，名利住菩萨舍众生自门，坚固住菩萨广大自乐门，因此住菩萨殊胜自乐门，净自住菩萨种种信解门，思维住菩萨无量善心门，善财童子以善知识教，遵照善知的教导开始修了。对，云何行菩萨道，有这样行啊，善知识跟他说了，他就学这个无奈谢陀陀罗尼光明庄严。他是差一位善知识正得一位善知识教，他在这个离开善知识他就思念啊，思念善知识教导，他一位一位就是思念，寺院坚固心无疲，并不是得少为主，而入家中家中而自庄严，在咱们俩大乘经论当着头天天在家中戴着头盔披着铠甲，战胜一切妄想虚妄一切魔怨，这叫家中的意思。而善财童子参了第四个善知识了，得到的很多了，就把这个法当成盔甲，闻到这些法门来庄严自己，那的就是心量就更广大了。以下就说善财童子的参了善知识所得到的，精进身心不可退转，绝不坏心，菩提的信心坚固成就了，填的光是法而已，经过这些善知识教诲，那到身心的精进的身心呢，心菩提心坚固了，其心坚固就是发的菩提心呢坚固了，对于成佛呀，这个信心
再不动摇，那是不坏。犹如金刚及诺罗燕，即难得金刚诺罗燕体啊，不坏的意思。金刚诺罗燕的是，无能坏者，首次一些善知识教，说善财童子啊，他的思想上、心理上，他说一切善知识教导，我一定把他守住，持是不舍，持之不舍。善人，已入境界得不坏字，不被境界所转了。有这个智慧，能钻境界，不被境界所转。普门清净，所行无奈。在这时候行菩萨道修行的，没有境界能把他障碍住，因为他得了不坏智慧了，智慧光明普照一切，能够具足入地种慈光明，就是参一参得到一个地，参一参得到一个智慧，能够种慈这些法，了知法界种种差别。他心量啊，说那个思维的量啊更大了。弥切长者，弥切的大事，只是语言嘛，这语言托了你嘛，音声托了你嘛，只是这一个法门嘛，那以后还很多很多的法门呢，很多很多嘛。到这时候善财童子知道说正让他向下一个善知识求法，这样了知法界种种差别，无依无住，平等无二，离住平等，自性清净而普庄严，与作所行皆得究竟，智慧清净，理住执着。成了善知之后啊，善财童子他有很多的执着都离开了，知十方差别法，知无障碍，开了大智慧了，往十方差别处还要成善知识啊。那时候身不疲懈，精进不懈的意思，参善知识，精进不懈，参善知识得大利益，往十方处什么脾气，与十方差别意皆得明了，而这心量啊，智慧更大了，在十方的各个作业、各个善知识的不同。差别就是不同，每一个善知识的业的智慧作用都不一样。善财童子明了这个道理了，以十方差别佛无不现见。现在善财童子能够见十方的诸佛，以十方差别时没有时间了，也没有处所了，悉得深入清净妙心，清净妙法充满其心，参四个善知识，普智三昧明照其心，心恒普若平等境界，如来智慧之所照出，一切自流相续不断，要身要心呢，不离佛法，以诸佛神力所加，一切如来光明所照，
成就大愿了，愿身周遍一刹网，一切法界普入其身。见此南行十有二年，至住临城，周遍推寻，谢得张者，前头没有标明，从这个三字时到第二个三字之处，这中间的路途上啊，有着很长远的了。这地方说了，守了十二年。从弥切大寺离开去找谢陀长者参学，这个中间就十二年。前头几个虽然没有标明，从每一个三世到每个三世都是经过很长的六十游巡，一游巡八十里，十游巡八百里，六八四千多华里呀，得走好长时间呢，那个不到一年了。说明了善财童子参每个善知识，这时候恐怕他也不是童子了，那年龄说呀好几十岁了，成人了，可能比咱们的年岁都大了。大家有这个问号没啊？善财童子睡觉没睡觉？我昨天跟大家提过了，住店没住店，吃饭没吃饭，连水都没喝呀。这个善知识闻了法，就思维到那个善知识，到那时候闻了法，但是在哪个善知识都没给他一口水喝呀，也没说他吃饭呢，这是臆想啊。大家可以猜，可以猜啊，没有，没有这个时间，知道了吗？废寝忘食，什么家族都有这个力量啊？佛法，他就成道了，解脱了，还需要饮食吗？还在那做个睡眠吗？他有神通啊，为什么不使神通力啊？要走十二年呢？大家想啊，这要思维想。消灾，业障不消啊，闻不到法，要消业障，参善知识也就消业障啊。烦恼不断，业障不除，智慧开不了。这才开始，五十三参才参四参，还早呢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